今年为了因应时代的潮流跟演变，我们希望保留传统，也希望新的元素能够融入，所以在台北点亮基金会跟我们的这个义清会，还有我们七港五四文教基金会以及云林县政府以及我们云林县议会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即将在4月6号举办一场武林西螺七坎尬招的活动，包括现代的街舞，还有公益慈善啊，环保永续的一个结合。那么诚挚的邀请各位4月6号亲子全家大家一起来，让这个传统的武术与创新的这个街舞结合在一起，我相信一定能够让大家大开眼界哈。那同时呢哈，我们可以把我们传统的武术继续的发扬光大哈，继续的传承下去。那也可以让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街舞呢哈，来迎接我们114全国运动会。4月6号，我们全国全县的乡亲能够到我们西螺武术园区来观赏这一场街舞还有我们武术的结合，到底会拼出什么火花，我们也不知道。那就请各位乡亲来拭目以待。